叫苏白阿姨吧，我有点害怕，叫苏白阿姨。你的，我。其实他以前就是那种不间断的出现，就偶尔有一段时间会出现，后来就是学校那个保卫处在管嘛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会出现在图书馆和寝室，从这学期开始出现的比较频繁嘛。就是昨天他进去了，那个女孩子不是都要哭了吗？基本上是那种人流量稍微大一点的吧，一般没有攻击人，其实很少攻击人，就是抢东西，基本上都是抢吃的，一般你不惹他，他不会吓你。因为有你们有同学喂他，他才来，是吧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看视频上澎湃。